常汉语。你是不是在说关于巴黎的事情？你是不是在说关于巴黎的事情？你是不是在说关于巴黎的事情？最近有100多个工人在工厂中毒身亡。最近有100多个工人在工厂中毒身亡。最近有100多个工人在工厂中毒身亡。风让温度降低。风让温度降低。风让温度降低。谷歌占搜索引擎市场的90%。谷歌占搜索引擎市场的90%。谷歌占搜索引擎市场的90%。想象你有很多钱。想象你有很多钱。想象你有很多钱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